我要你亲自来看一看，尽量不要死掉。 通往房间的入口在这里，快过来！哎呀，勇士，这个地方严重受损，看来撑不了多久了。 伊利丹，我们都尽力了。每个选择，每一次牺牲，都是为了来到这里，跟他做个了断。你不跟我们一起走？ 要是不狩猎，就不叫猎人了。你看不见命运吗，预言者？命运，我们的存亡，由不得命运决定。圣光保佑你，伊利丹母峰。 勇士艾泽拉斯向你呼唤，他想送你一个礼物，是个源于他自身的礼物，就是艾泽拉斯之钉。
护符里灌注力量吧，这也许是拯救艾泽拉斯的唯一方法。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勇士。别忘了，地方的封印是用来保护世界之魂的，但是艾泽莱基因不断涌出，封印已经快裂开了。如果你用护符吸收艾泽莱精炎，就可以用它的力量修复封印。有用了，继续加油，就差一点点了。记得把这个护符贴身收好，它能帮你度过即将到来的黑暗。我继续找找看有没有方法可以修复艾泽拉斯的伤口，如果我需要你，我会透过护符找你。就算我是他的代言人，但你是他的勇士，他需要你为他挺身奋战。好了，英雄，你应该还有事情要忙，你可以用传送器传回盟友身边。祝你好运，祝我们大家好运。